男人总是不是那么很了解女人，总觉得女人是情绪化的，他们的态度千变万化，有时候想知道他对自己有没有意思，但是又不知道从哪了解。其实从他们说话就可以体现出来，女人是很简单的，他们总是喜欢说一些你不那么了解的话，比如这五句话：一，女人真好，祝你女朋友真幸福，就说明她已经看中了你的人品、你的性格、你的修养，这是对你有了一种崇拜感。他的言外之意是想做你的女朋友，但女人总是矜持的、不明说的，所以这就要看你自己发掘、自己体验女人心。二，你能帮我搬一下家？他会找你帮这么重要的忙，说明他心里看重你，觉得你在他心里比较重要，否则他不会麻烦一个他自己不中意的人。若你也喜欢他，就要抓住机会与他好好发展。三，今晚好无聊呀，我们一起聊聊天吧。夜晚对男女之间来说，总感觉有那么些许暧昧。当他夜晚与你通电话，想要与你聊天的时候，说明他想与你增进感情，增加彼此了解，想要与你更进一步。四，你生病了，我去照顾你吧。喜欢一个人会不自觉地照顾你，有时候朋友也会在你危难他的时候帮助你、照顾你，但男女之间的照顾是不一样的，你会在他的照顾中真心感受到他的关切、着急，还有不自觉会感受到浓浓的爱意。五，如果你还找不到合适的，我们就凑合凑合吧。看似是一句玩笑话，其实心里装满了希冀。他是真心想和你在一起，再有找不到合适的理由，就故意这样说来掩饰彼此的尴尬。若你同意，他当然满心欢喜；如果你不同意，还是可以继续做朋友的。